耶稣出世，就是我的罪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人。我感谢你，我在这一年来，在圣诞节时，我特别的回想，在我过去的一年，我所有这些行动，所有这些行动，所有这些敬拜，都下在上帝的旨意下头。现在我享受这个救恩的时，我领受天父上帝你赏赐我这个大大救恩的恩典的时，我就更加回应上帝你所呼唤的名。我来让回应过去所有在打拼、在调查、在无教育的，也伫新的一年，伫救赎更诞生的一年，我们要搁一届对这无教的，我们继续来打拼、来补足。我所有服侍的，我们要搁更加、搁较尽力来服侍的，报答上帝你所给我们的恩。在圣诞节时，虽然在街路外学校真热闹，伫咧庆祝耶稣伊诞生的日子，但是我知这是一个特别通纪念的日子，毋是只有庆祝，是予阮伫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搁一摆对家己啊对上帝伊的肯定，予阮咱尽力伫人生所跑到的路上，阮要怎样搁较尽尽阮打拼来尽阮所有本分，来宣扬上帝伊的福音，要对众人讲救主的降生、救主的救恩、天国已经近啦，予阮每一个人看当尽力受不受受本分，尽力打拼来努力上帝伊的福音，和上帝伊的和平。我们每一人中间，照顾我们国家所有的执政者，所有这些治理、这些办事啊、这些官员，让因对圣诞节会当回想上帝的，会享受因坐坐地位，享受因坐坐能力，让因治理国家的时，更加困难，也当更加有好的方向。我们从我们所有。国家这些代志，以及阮每一个人的心神，拢交在上帝的手中。啊，求你照顾阮，下载一礼拜，拢变上帝的人才。愿咱的恳求感谢，感谢所有名。